哎，赖副官，这侦缉队找我干什么呀？你看这一句话不漏的，我心里没底呀。你害什么怕呀？侦缉队叫你来，说不定是你小子时来运转了，是吧？哦，那谢天谢地，哎呀，曹站长，来了，张兄。哎，不敢不敢。 我一条埋在烂泥里的小泥鳅，怎么能在长官面前称兄呢？你年长我几岁，理应称兄。这恐怕……坐。哎，赖副官，有劳了。张兄。哎。 别这么瞧不起自己，民团可不是什么小泥鳅，发挥的好能掀翻韩厅两江的航船。哎呦，曹站长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你们有的优势，军队和警察侦缉队都没有。啊？这我还真不知道啊。你们熟悉地方上的人和事，不穿制服。 放下枪和老百姓一样，民众对你们缺乏警惕性，这是你们独有的优势。有优势，要发挥。曹站长，以后你有用得着民团出力的地方，你尽管出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指哪，我们民团就打到哪。到乡村。 民团不能整天待在县城里边吃喝嫖赌，我要你带着人下到清溪或者更远的山区巡逻，打不着獐子，也能搂几只兔子回来。再临，明白了。再临，明天一早就带兄弟们出发，就算风餐露宿也在所不辞，绝不让共产党的一只鸟飞过去，一片纸飞过去，一粒米一滴水也飞不过去。再临。啊。 在这儿别跟曹站长胡说八道的，一粒米一滴水是飞过去的吗？蒋主席的军令是，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，片纸之鸟之通过。蒋主席，那是皇帝金口，或皇上说的话，一般都不太容易记住。不过只要张再临不死，共产党就别想在我的地盘上越过。 我会向县政府申请给你们拨款，立了功，侦缉队给你们上报。哎呀，哎，太好了！我们地方民团一般都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，这还是头一回吃上贡糖。还有，你要给我记住一个人的名字。谁？周成。 认识吗？周成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不管他是干什么的，只要找到这个周成，就要向我报告。要是能抓到他，我给你记大功。我记住了。周成，是周武正王的周，是吧？周武正王的周，成功的成。好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长官，你放心，要不了几天，我就把那个周成绑回来见你。 几天？话别说的太大，抓不着人，拿什么兑现？只要天下有这个人，就不怕这找不到。要不回周成的脑袋，就拿我张再临的脑袋来抵。好，别光说，去做。明白。 小李，你带来的那份情报，我已经安排交通员送往下一站了。放心吧，回去啊，代我向舒燕同志问好。那好，我现在就走了。哎，等等。
你回去的路上会路过我们的交通站，我就不派其他交通员了。有一份重要通知，你传递给每一个交通站。为了避免通知被敌人截获，只能记在心里，口头传递了。我知道。记住，必须传递给每一个站点的负责人。你放心，我会记住的。你说吧。哎呀，弟兄们，现在我张某人，那可是攀上高枝了。啊，不是我攀上的，是上峰器重我，亲自找上我的，知道吧？是。那侦缉队新来的曹站长对我的那个器重，哎呦，可真是比我阿爸阿妈还那个什么。人家可是堂堂的党国要员，可还口口声声的称我为兄。你们想想，我在他眼里是什么位置啊？我带弟兄们出来，就是要一起建立功勋。我们抓住那个周成，再破获几起共产党的秘密运输。我保证，让弟兄们都能吃上皇粮啊！好。哎呀，老潘呐！哎，张团长，您说，当我飞黄腾达了，在这条江上，我罩着你。哎呦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您肯定得罩着我呀！我这多不容易啊！我没问题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在这条江上赚钱。哎，谁要为难你，说我的名字，张再林。哎，是，张团长，不瞒您说，每天晚上我都不敢提您名字，我怕吓尿床。快滑，快滑！小心，小心！哎呀，辛苦了啊！以后有事提我名字。小心，小心！来，哎呦，慢点啊！哎，张团长，张团长，你看，你们是从茶阳来，这个是包船，说好的，八折付钱。哼，兄弟，说话不要太刺耳。哎，知道民团是干什么的吗？啊，民团就是要保护一方百姓安全的。再说了，你不也是一方小百姓吗？当然了，你非得要钱，那也可以。老子不缺钱。不过，以后你要在这条水路上跑，肯定有风大浪急的，弄不好会翻船喂鱼的。张团长，赶紧忙您的事儿吧，您跟他磨什么牙呀？小屁孩懂什么呀？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潘老大就是明白人。就不问我要船钱。您这是给我们脸呢啊！慢走啊，哥几个。他们从朝阳过来，怎么到这儿就赖账了？行了，这帮鬼来了就不会走了。跟他们要钱，有你好过的事。以后小心点吧。下车了，下车了。拿好行李，到站了，大家拿好行李，下车了。快说，有姓周的吗？姓周的，自己报上来。张团长，张团长，饶了我们吧！啊，饶了我们吧！我们前次。
村都姓赖，没有姓周的呀。张团首，那我再问你，有共产党吗？我们全村都是老实人，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个山坳，哪有什么共产党？不管你说真话假话，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就行。承认是共产党是要杀头的，早杀晚杀都是死，你还不如一枪来个痛快。哼，你们这些山里猫还真是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是吧？那我就成全你。快走，快点。干什么呢，大哥？长官，我们啊是本地的客家人，在这儿开了个小作坊，来给伯公啊添灯油，保佑我们挣几个辛苦钱。没错。姓什么？邹。姓邹？大哥，我们全家人姓邹，不姓周。哼，我说姓周就姓周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真能开玩笑，我们姓邹啊。哼，我看你倒像那个通缉犯周成。你回去路过伯公坳的时候，跟叔宝说一声，敌人正在找周成，一定要小心。弟兄们，把他们抓起来。不是。长官，真认错了。周成是谁啊？邹叔宝。别动！不是，长官，真认错了。老大，又抓了一个。走走走，带过来！快点，快点，走走，快点。走，行行好，把我放了吧。快点走，我就是个老百姓啊。走，干什么呢？长官，我过路的。哼，过路的，从哪来又去哪？我从大部来，回家。哼哼，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在给共产党送情报。哎，长官，这是要杀头的。我身上真没情报。你搜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。长官，姓什么叫什么？我姓周。你再说一遍。周吴郑王的周啊。周什么？周成。苍天有眼呐，该我张载林时来运转了。弟兄们，把这些山里猫全放了，押着周成班师回城。长官不行啊，长官，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战呢，不能是我堂叔会杀了我的。长官，你放了我吧。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，等着我去接战呢。吴老师，我堂叔要杀了我的呀！你放了我吧。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，等着我去接战呢。快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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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。怎么了？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走不动了。别废话，赶紧走。你走不走？还想打我？你以为我真不敢？打呀。哎，往头上打。你把我周成打死了，我看你拿什么去领赏。有收拾你的时候，弟兄们，休息一下吧。休息了，休息。哎呀，哎，弟兄们，
知道这个周成是什么人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他可是侦缉队曹瑞英站长做梦都想抓的共党要员。邹叔宝已经安全了，希望邹叔宝能听懂我的暗语，把情报传递下去。弟兄们，等回去拿到了赏金，我请弟兄们痛饮一番。啊！我已经没有脱身的机会了。可落在侦缉队手上，他们一定会用尽手段从我身上找到交通站的线索。该是我履行入党誓言的时候了。来，把手给我解开。干嘛？你的财神爷想撒尿。哼！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别和我耍花招。带他去，起来。等着回去领赏吧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跳崖的人到底是谁呀？老三呀，我说过你多少次了，不要问你二哥这些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不是我要问的，是二哥回来跟我们说的。一个好好的人就这么跳崖死了，我问问他是谁都不可以吗？他是在帮二哥呀。他是一名交通员。交通员？老二，说心里话，哥以前啊嘴上没有反对过你，但是心里啊是希望你回家的。我们兄弟几个平平安安过日子，阿哥不想看着你走上这条被砍头的路。但是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不敢相信，一个和你没有血缘亲情的人
会为了你送命。我们几个兄弟啊，欠人家的情，一辈子也还不起的情。二哥，他也叫周成，那是不是重名呀？他不叫周成，他叫李守科，是我等的一名交通员。这名交通员不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的安全，还在最重要的时候传递给了我任务。我绝对不能让这个任务在我们伯公敖有任何的差错。二哥，那你和他都是共产党？家里人都知道，我27年底就加入共产党了。可现在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呀。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被消灭，在百十里外的苏区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，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，也有了自己的武装。在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已经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大军的围剿，我党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。大哥，大哥，老三，老四，你们来到伯公敖之后，也帮助我完成了很多次的任务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你们已经是交通员了。但我更希望的是，我们家的兄弟们能够成为真正的交通员。而成为真正的交通员，就应该有牺牲的精神。就像那位柯家的兄弟一样，在关键的时刻，为了任务连命都能豁出去。老二啊，我现在明白，你为什么当初把希诺拒之门外了，因为你已经做好了随时打算。我们兄弟都在这儿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这个柯家兄弟是为你二哥死的，我们不能让他白死，我们得对得起人家。对，二哥，我也不怕，听你的。好样的。曹站长，错不了，他就是周成，这可是他亲口承认的。他要不是周成的话，谁会主动把蹲大狱的罪名往自己身上揽？曹站长，您找我。周成抓到了，但是具尸体。我本来是绑个活的回来的，可冷不防让他从山崖上就跳下去了。大飞官，你不是认识周成吗？进去认认吧。周成吧，曹站长，这个周成我当初也没见过几眼，现在都摔成这种面目全非了，我也不敢说是还是不是。可
可以理解。这不成死无对证了吗？周成，快点出去吧。长官，这完全不对啊！这身高、体型还有脸型，完全牛头对不上马嘴呀！确定不是对吗？当然了，当年是。好，就唠唠。这回我们接的是什么货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重要物资吧。数都点齐了，一共两百支。这么多枪支，太容易暴露了。前方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，再难也得给他送过去。从汕头出发，坐火车到潮安，再从潮安转电船到大埔，然后再改小船到秦溪，再上岸，走陆路运输。这一路上五六百里之间，有好几道鬼门关呢。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也不能把困难看太重了，你想想，沿途我们有很多交通站，有交通员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能掩护我们。上回小罗在电船上就碰见了红色船员。倒也是，可是怎么办呢？这么多枪支太过显眼了，咱们总不能跟药品一样隐藏吧？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走啊。这样，从汕头到潮安，火车、化妆押运，到了潮安之后看情况再定。你马上通知潮安，准备接货，明天一早就发出。好。站住！箱子靠边，请接受检查。哟，国防部的通行证，有问题吗？箱子里面装的什么？箱子里是国防部的秘密物资。那我们也要开箱检查。
这是国防部从国外进口的两台精密仪器，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的。你在检查的过程里要是有什么差错，你还能不能保住肩膀上这颗脑袋？不敢不敢。您请。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没关系。哟，一个系统的，本家啊。一个人。嗯。去哪儿啊？朝安。干什么去？秘密任务。你的。什么呀？国防部秘密物资。现在共产党很猖獗，你一个人出门在外，你小心点儿。谢谢。我就在隔壁，有事喊我。瑞英啊，
现在我们的压力很大。正当剿共战役进入关键时候，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进入赤区啊，全部的压力都堆到我们头上了，大老板都被逼得着急上火了。老板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大部成为中共运送物资和转移人员的通道。好，只要把大部脖子勒紧了，那共党就没有可乘之机了。明白了，老板，请放心。黑子，大哥，什么事儿？民团这些乌合之众靠不住，你们行动队要扩编，尤其对车站、码头这样的地方要严查，绝不给共党任何可乘之机。明白，不给中共任何可乘之机。可乘之隙，缝隙的隙。是是，一点缝也不留。到站了，到站了啊！都下车了，带好行李。车到站了，带好行李，下车吧。注意安全，下车，下车了。箱子放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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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车！来来来！还有让下！来让下，让下车了啊！来让下车了啊！来让下，让下！来呀来呀！来让下车！哎，这边呢？是这个车吗？啊，对，上车吧。怎么样？这一路还顺利吧？挺顺利。您这边生意还好？还行。船票都安排好了？船票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放心吧。哎呀，兄弟呀、啊，这次又得麻烦你了啊！不麻烦，还问什么呀？咱俩兄弟没得说，喝酒，稳定。好，来，过来，来，慢点啊！来来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来，先生啊，来。都搞定了，老。门口待着去，有客人来就叫我一声啊。嗯。星哥，电车来了，要不要靠过去？别着急，再等等。船到了大部，发出信号，小船靠近以后，把东西直接送上小船。等他们检查完就要卸货了，抓紧时间去上面。行。
站住！检查，打开箱子，转过去。好，你下一个，跟我去。检查，快点快点，都排好了。下一个。走，下一个，打开箱子。挂上去。好，阿花往前靠。默默燃烧定格的瞬间。